谢购物们，你是血拼达人吗？只要你估对价钱，消费咕咕乐让你轻松把大奖抱回家。今天第一组登场幸运观众是林梅君跟 Lin， 第二组登场幸运观众是黄瑞燕、黄瑞才姐妹档，第三组登场幸运观众是陈浩伟、李英华情侣档，最后登场是最大大明星屈中恒。现在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节目主持人杨凡、曹兰。呼叫有智慧，大奖搬回家。欢迎收看《消费咕咕乐》啊，咕乐！今天也欢迎我们四组哦。第一组很特别哦，另跟那个梅君。梅君，听说你们做的行业是网络的，行动加值，就是让你打电话，因为有很多人听说会被人家盗用电话的一些，还有诈骗电话。诈骗电话，你们就是可以挡住这一块就对了。对，防诈骗。好，我们待会再跟你聊一下，好不好？二组是两位，是听说是姐妹哦，瑞彩、瑞燕，欢迎两位。三组的应该不会是男女朋友吧？是男女朋友啊？哦哟，好难得啊，真大方，这么小就谈恋爱了。陈同学，你几岁？十八就谈恋爱啊？你看看人家曹兰，二十几才谈恋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好。听到这个恋爱就要介绍，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在恋爱当中里面的一些层次感，然后那经常出现在我们人生当中的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屈中恒。哎，欢迎。我们屈中恒，你就觉得那种十八岁恋爱会不会太早了？十八岁其实 OK 啦。OK 吗？谈那种纯纯的爱是 OK 啦，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有没有十五啊？对，李英华比较年轻吧，因为他十八岁教的一定是未成年的、啊，对，一定是更小的了。他除非教曹兰这样子，才不会被告啊。干嘛？我可以当他妈啦。是吗？这个提到屈中恒就会想到曹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因为大家就说什么以前那个以前追求过人家，追求过人家啊。上次你老婆来的时候，大嫂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跟他讲了这一段。不好意思了，口无遮拦。不会，他真的好可爱哦。对呀、啊，你老婆可爱吗？可爱。你老婆不会介意耶？对呀、啊，都二十年前了。过去你太清纯了吧？你只有一个潮男而已啊。过去我们多乱啊！你最乱。对呀、啊，好，来进行我们第一阶段资格赛。哎，大分量美食。大分量美食在这个阶段当中，你们有没有介绍一些大分量的美食给大家？一到夏天胃口特别好。真的，现在介绍我们的老板，一起来欢迎法兰克先生。好 ，Frank， 你好。哎，欢迎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You speak Chinese？ So-so。So-so。听说连台语都会讲。厉害得不得了。来台湾多久了？快三十年了。快三十年了。你说也结婚了嘛？听说是跟台湾的女生结婚，是。哦，女儿今天也陪你来嘛，吼。哎，女儿也来了，对对。哦，对，哇，女儿，嗨，打个招呼。对啊，妈妈呢？啊，妈妈离婚了，吼。哎，差不多了哈。差不多了。好，今天给我们家大分量的美食哦，当然是牛排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台湾你是这个是做以餐厅为主的，对吧？是我们餐厅为主啊。哦，餐厅以前曾经最大的牛排哦，只能做到几盎司。最早我们是24盎司，24盎司太多人吃完了，就要吃32。一般正常的都是吃8盎司就很多了。是，8盎司是正常。问12盎司的话，都要看他的体格了。也不见得。不见得吗？我们32推到40，就是有女生啊，比你还比你还瘦。哦。吃完32，一个人吃完32，整套吃到完。那现在以前32都有人吃光了，所以我们 Frank 就是觉得说我不行，我要再推出更高等级的。对，没错。那最近推出来就今天要介绍大分量的美食，就是这个牛排，来自美国牛排，40盎司。哇！40盎司，它真的拿起来比你的脸还要大，好不好？对呀。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这一个厚度？最少大概有3公分左右哦。哦。对，你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沙朗牛排哈。这个牛的部位哈，它是比较会带筋，带筋，带筋的，所以会比较价钱不会贵，比较不贵，比较没有那么贵，没有像那个菲力哈那么精致，对，啊没有办法拿那么大一块的菲力，对，所以我们用不同的部位啊，它有带筋，然后它这个最主要是它有这个花枝哈，漂亮，它花枝就是说。
它的肥肉跟瘦肉都混在一起，肥瘦均等。就是我们说的雪花，那个牛肉，你就是打开身的时候，你看到它上面有那个白点啊，或是线条，那个就是它的油的地方。油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油的跟瘦的两个结合在一起，没错。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沙朗，其实也是很棒的，而且推出了40盎司，还全部加全部的套餐，是待会我们要估价的部分。是，我们大概吃这么大一块的时候，也可以两个人吃嘛。哦，这个当然两个人可以吃，哦，两个人可以，okay, 哦，所以我们叫一份两个人，三个人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四个、五个都可以的，哦，可以大家一起试的这一套套餐。那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他以前最早推出来12盎司的，12盎司就这么小，哟，差不多，差很多，啊，厚度也差很多，这个厚度大概只有1公分左右吧，12盎司的时候，那现在这里有3公分，然后呢，面积哇，整个是2倍。对呀，啊，好，除了这个牛排以外，我们还有这个前面的一个套餐嘛，好，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不然。我们这边就是千岛这个沙拉跟面包，哈，沙拉都是现做的，我们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现做的。都现做的，那再来呢？再来就是墨西哥拉豆。哦，墨西哥拉豆这个这道菜是，对，没错，七里哈，哦，这是美国最典型的菜哈。是，我是给它取名这个墨西哥拉豆，因为哦，台湾没有这个名字，没有这种名字，它就叫七里哈。七里，它七里它就是番茄哈，嗯，牛肉是。哦，很多配料哈，这个要大概熬8个小时。8个小时哦，在德州哈，我们找餐厅不是为了它的牛肉，是为了这道菜的味道，味道而已。是。那这个，所以我们的这个 chili sauce 是怎么样来吃呢？这叫干吃吗？直接吃，直接这样子吃哦。对。哦，我可以这样子。可以啊，你服务你自己吧，服务一下我的胃。要服务你前男友。会辣吗？不会辣了，本来是辣的，现在把辣的拿出来了。哦。很多人不敢吃墨西哥的辣。那真的，以前的那个是真的很辣，对不对？很辣。辣不辣？先说辣不辣？不辣。不辣，哦，不辣。小朋友都可以接受。哦。而且它里面的有碎绞肉在里面。是有绞肉。然后以及它里面的这应该是类似豆类的东西。就是很传统的 chili sauce 的口味，可是呢，他们觉得他们家应该有一种所谓的乡村风的感觉。我觉得你每次在试吃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国内最厉害的一位。是吗？因为好像你住在那里面，你都知道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了。潮人在这一部分里面真的很优秀哎，你都可以吃到那里面的那种精髓的某一块。我现在其实正在练习吃出它有什么香料在里面。哦，那来，应该有茴香。茴香好一个哈，再来至少有8个吧。还有 parsley 啊，有些我不知道它的中文是什么。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对。其实这个就不错，所以说它是很特色的。你到那边可以吃到那个辣椒豆，是很特别的哈。好，这叫墨西哥豆。那当然，一般前面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一般我们很多薯条啦、配菜这个都有。最后的甜点当中里面，它还有我们的 cheese 蛋糕，它应该还有附一个咖啡或是红茶之类的。咖啡红茶。那我们今天最重要，40盎司的，我们介绍给大家。待会要估价，这样一个套餐40盎司要多少钱？是。我们接下来就来切这一块40盎司的肉。来哦，我们来看看。怎么切啊？对，我们从哪里切，啊，我们先从中间切给大家看看好了，看看我们今天这一个牛排它出来感觉是如何。分熟，要不要吃一块？我其实很想哎。来吧。哦，呀，我就不好意思喽，各位。呀，一手哦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虽然因为今天我们可能因为在摄影棚里面的关系，所以可能水煮的部分可能稍微的多了一 些，因为其实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因为老板也讲第一次烤过来的时候其实到现在冷掉，所以重新再烤一次的第二次的血水就会出现，是，对，要不然只不会有这种现象。哦，不好意思咯。你都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哎。不要了。不用吗？蒸牛排的时候，现在大家都先不要加调味料，真的，先吃它的原汁原味。嗯，牛排真的要吃所谓的，像现在这个熟度，可能都已经有点老了，好，现在呢大概有5分左右了。所以呢，真的吃所谓的3分熟的时候，可以吃到它牛肉它原本更新鲜的那个所谓的牛肉原汁的感觉在里面。所以牛排就我们这种 roast beef， 或是说像这样一般的沙朗牛肉，还是美国牛，其实都非常的好吃的哦，甜哦，都比较甜。这最重要的是吃牛排是一种气氛啊，那这个是他们店里面的特色，就是说全台湾省你找不到一家牛排馆有出这样子40盎司的，很有特色。先给 Frank 给我们掌声一下吧，谢谢大家。还有什么要给我们讲的没有？没有了，没有了啊。
很帅很帅。没有，你才帅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估价了，还是要留着跟我们一起来估价？哎，没关系，都可以啊。那就留着，来留着好了。你也让你知道一下，大家对你这一项40盎司的一个到底要怎么估，到底合不合理这个价钱，好不好？是。好，这时候请大家来估价，我们这样一个40盎司的牛排再加。是的，我们的40盎司的超大牛排套餐，这样子一克市面上到底要值多少钱？好，还有加前菜哈，还有咖啡什么都有。嗯，这个套餐到底值多少钱呢？来，五秒钟，请考虑。好，40盎司的一个套餐到底要值多少钱的这个牛排？来，一组的，来，1450。1450元。二组的黄小姐，3600元。好，三组的李小姐，直接1600元。好，前男友啊，不，那个居中恒，1400元。好，这样一组，我们的40盎司超大牛排套餐，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？一组认为1450。二组3600。三组1600。居中恒1400。好，到底谁最靠近底价，又不超过底价？老板看到这个价钱 ，OK 吗？哇塞，我很想做，全部都想做，全部都想做，你们的价钱真的很合理哈。好，来看一下谁最靠近，1、2、3、1400，来，第一组，第一组，他们帅。好，恭喜两位来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命中注定带回家。恭喜我们一组的哈，另一组我们的雷军，两位是同事吗？嗯，就是情侣，也是情侣。哎呦，办公室恋情，一起创业，一起创业，一起创业，哦，先爱再工作。啊，刚刚介绍过屈中文跟超人，大家都知道了哦。同事之间的恋情太复杂了。好，今天要谈到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说你的号码、电话号码，你不想让人家知道，你怎么样用一个方式可以让人家不知道你的号码，可是对方却可以打进来，你可以接受得到。就是551233行动安扣这个服务，就是我们台湾的手机，只要手机直播551233，就可以申请一个可以随时在网络上公开的一个号码。公开的号码，对，比如我打个电话进来以后，我的密码是16888888，比如说16888，这样。那我在网，我在网络上只要公布这个号码551233转16888，那随时这个网友就可以找到我。那就只要拨551233，然后拨通以后再拨168888，那我们系统就会把这个电话转到当初申请168888这个号码的人的手机门号上。对，所以就是在网络上，你就不需要公布你自己的电话，对，只要公布一个这个代号，代号就对，这样就不会接到诈骗。尤其是我们这个号码是大陆地区的人打不进来，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诈骗是从大陆发出来的攻击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接到大陆。尽量有时候就会防一些那种诈骗集团。对，那这有点像那种就申请一个号码，等于是一个代号的意思，有点像古时候的 BB code 的这一种。对，代号。好，那么两个对数字的概念就应该是非常 OK 的。看看有没有机会把五样估价物全部都带走。好，也就是60秒当中里面猜对的最后一样估价物就可以把它带走。好，加油，帮我们啊，帮你们不可能的，因为啊，创业不容易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办公室创业如果有辛苦的话，我们都觉得不容易。可是你创业的当中里面有人跟你陪你一起走过来，所以说你们两个并不是不好的，是很快乐的。好，但应该要有一点点那种挫折会比较快乐，好不好？挫折哦，在这里找到了。好，超人帮我们介绍一下。来，我们来赶快看一下今天的五样最让人心动的小家电，佩戴舒适轻巧的立体声耳机。哇！环绕音效轻薄简约的 DVD 播放器。哇！水位清晰一目了然的超广角热水瓶。哇！涡轮启动式超重低音的 USB 组合音响。哇！超高解析度给你更丰富视觉感动的多媒体液晶电视。哇！以上五样东西。好，五样东西介绍给你，谁先来？我先来。好，女朋友梅君，你们快要结婚了吧？就是要这个创业，要创业，成功的话就结婚，成功的话结婚，不成功呢就分手了。还是先结婚，也是一种方式啊，就不要想那么多，先结婚完了以后创业不成功再离婚嘛，哈。好，这是立体声耳机。好，耳机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60秒来，没有超过1000块，60秒计时开始。888，第一点，888，788，第一点，788，688。688，低点588，高点600多少？650，低点649，低点645，低点643，低点640，高点642。好，642，642，一个600多要花这么久，对呀，你这时间哦，久到交女朋友都没那么久哦。你们两个人认识是
很快吗？很快就在一起吗？没有，两年多吧。两年多，没有交集，没有聊天，没有交集。不同部门吗？还是同部门，但是业务上完全没有往来。可是都每天可以照面得到吗？对。可是这样子熬两年呢、啊？对。那就表示前面那个两年当中，里面根本互不喜欢嘛。嗯。到什么地方开始喜欢？就是是他出，就是他好像出车祸之后，然后就是去再送再送他啊，再送他，对对对，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然后陪他吃早餐这样子。哦，出车祸产生这种恋情啊，是，哇，那以后不给火车撞到很难结婚了。喂，干嘛给火车撞啊？可是都会因为有一个事件而发生的哦。对，其实我跟老婆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而在一起？那时候我记得我刚跟车祸也有点关系、啊、真的吗？刚跟老婆认识的时候，刚想要追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老婆啦，是我老婆说她就祷告，她坐在我车上，然后她就祷告说上帝啊，如果真的是她的话，请给我一个 sign。哦，真的？就她刚祷完告，我就砰追撞前面的车子。哇，真的啊，在高速公路上面，就后来我们就开始交往了。哇，那真的是缘分的，这是缘分的。那凡哥，你跟您的妻子是跟火车有关吗？我跟我老婆啊，是怎样的机缘？就我发觉我们家里的东西都是他的。哎，我们家里的衣柜一半有是他的，我床铺他也是去买的。我有一天就跟你讲，是不是要结婚了？我说哦，对哦，就是的。所以都需要缘分的哦。所以两位是已经分手了嘛？哦，哎，要不还刚在一起，刚在一起。好，四十三秒，这个是 DVD 播放器，大概是多少钱呢？43秒，43秒计时开始。1780，高点。1980，高点。2300，高点。2800，低点。2600，高点。低点。2600，低点。2500，2500多少？2552，低点。2542，低点。2532，低点。2522，2512，高点。2515，高点。2516，高点。2517，17了。所以我买一支DVD播放，不错，逻辑很好，稳定性很够，就是花的时间多了些，多了一点的。好。接下来来是还有23秒，这个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没有这个，这个你想要那个吗？对，今天比较想要公仔，不要公仔啊。好啊，如果你中这个，我们就送你那个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是超广角热水瓶。热水瓶到底要值多少钱？23秒，来，23秒计时开始。3600，高点。3800，高点。4200，高点。5300，低点。4800，高点。5100，低点。5000，低点。5050，5000都低一点。4900，高点。4980，低点。4970，高低点。4960，高点。4965，高点。4967，低点。66，66，哎呀，4966，对，是你们的。最后那一个秒钟啊，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。真的，对呀，23秒花掉了，是有点慢了一点了。是，因为我刚刚讲5000低一点，你还5050多少？对呀。不用够紧张了，紧张吗？紧张。他平常都会这么紧张吗？嗯，看到凡哥跟乔兰姐姐，看到我们两个紧张啊。对啊，就是我就是很就是从小就看啊，从小看乔兰。对啊，那个有一首我的歌嘛。哦，领导的行啊靠，有一个兵能打。所以领导的行啊靠，那个领就是他的名字。领导。咱俩那首歌其实叫温刀的行啊靠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不起。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找偶像，再找偶像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找曹兰了，那是滚，不是令吼。好，把这个推回去，谢谢两位。好。创业非常的辛苦，要加油了哈。好，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资格赛。How much 就是你。我准备要抢答成功，估价正确就可以参加等一下的赠奖游戏了。有四样估价，我这四样估价何者为？230元。能把三十块，盖小姐。来哦，今天全都是跟头皮有关的哦。首先介绍的是，可以洗净头皮，达到按摩清洁效果的氨添加按摩梳。哇！添加海洋矿物质，加强头皮清洁的矿物质按摩洗发梳。哇！在家就像在做 SPA 的指压头皮按摩器。哇！可以按摩头皮，让你的发丝亮丽的洗发梳。哇！以上四样估价，四样估价当中里面何者为230元？多少给人能把三十扣来？5秒钟来掐扣炉。时间到，请。
讲答。好，这个一组的来。C。好。C C C A B C D 的 C。来第三个了。第三个，对不起。这个。是这一样估价物吗？好，这个价值230元，看看有没有。420元哇。哦。哇。美军刚刚好恐怖哦。哇，这个风雨十八变呢。好，这个一组没有办法答对的话，抱歉，那其他三组有机会来抢答。三组请抢答。最快的是来二组的黄小姐拿一样。安天加按摩梳。好，第一样的估价物，安天加按摩梳。好，这个不能用这样讲。刚刚那个 C 你知道，这是。A。好，要 A 的来看看 A 有没有价值230元。好，两位中了，我们就要送给你。对，来哦，送给两位小姐女士，恭喜你。其他两个我们来猜一下，这样是矿物质按摩洗发梳。好，按摩洗发梳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陈同学，上下20块送给你，250。来，屈中文，这个是？是280。280，来一组的来令。360。360。那也要非我们来猜一下，来二组的送给你320，没人猜吧？没有啊，320。第一组的360的，320的，250的280。哦，那干冰的先生哦，谢谢你哦。好，来看看谁比较靠近。没有。干冰的喷得好好。好，现在这是洗发梳。洗发梳，来洗发梳，来三组的陈同学，300。好，300元来看看有没有。来，恭喜上下20块把这个洗发梳送给你。刚刚的第一阶段是我们一组的，刚刚现在第二阶段是我们二组的获胜。嗯，刚刚猜对是我们的三组的。嗯，我不知道第四组来干嘛。加油啊！哎，礼拜一这个6月22号晚上这个10点到11点，大老婆俱乐部32台东森综合台。其实你如果没有上来的话，都会被剪掉哎。对，不是都被剪掉。我还有没有机会上去？我们连你都打马赛克。谢谢今天孙鹏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。孙鹏也贵啊，换一个比较便宜的嘛。好，来，我们恭喜第二组的参加我们第二阶段的超级量饭店。恭喜二组的哈，好，黄小姐两位姐妹，亲姐妹，家里有几个姐妹？还有一个大姐，还有个大姐，对，大姐今天有来吗？没有，没办法来。哦，那前面一直跟你们打在招手这些，那个也是姐妹淘，是姐妹淘，从丰原来，苗栗，从苗栗来，苗栗，哦，他咖喱呢？嗯，对，哦，苗栗中立都有，都是为了今天他们要上电视吗？对，对，哦，所以朋友从各地赶来支援他。他目前还有没有做工作？哎，没有，等着做外婆啊，等着做外婆，恭喜你，那个瑞英是比较小，还有一个小妹妹，我照顾小妹妹，我照顾小妹妹，这个是你的，好可爱哦。所以生几个？哎，两个，两个，对，还有一个老妹妹哈，她要招手，不招手，不要了哈。所以说，现在的小朋友除了国语以外，家里都讲客家话吗？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都讲国语比较多，都讲国语比较多，对，会听，会听，哎，不会讲，应该还是要多教一点哦。嗯，其实很特别啊，那客家话或是说台语这种东西都不能流失掉。对，没错。好，这一段当中里面有三样估价物，希望能够把它带回家，猜中就可以带回家了。真的，真的，好，啊，你要不要做个暗号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只要任何做暗号都没有问题，啊，是吗？把顾家务全部三个带回家也肯定没有问题，节目就这样一个宗旨在做，嗯，但是一定要有喜讯，有喜讯啊，哦，我要做外婆了啊，还没有做，太帅了。像如果屈中文今天来上节目，那肯定今天三个顾家务就带回家了。为什么他有什么喜讯呢？他当然有喜讯呢，因为跟前女友见面啊，对，这就是喜讯，你只要有关系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有任何的结合，让我们觉得是个惊讶的事件，我们都可以，都没有。靠实力，靠实力，我们就好好介绍给你。来，来，我赶快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三样的估价物，分别是：首先看到的是，不管是直接喝还是做料理都好用的天然番茄汁，一共有30瓶。哇！可以
洗去一天工作疲劳倦怠的薄荷沐浴巾，一共12瓶。哇！充你的元气，让你的明天更有力的人参蜜片礼盒，一共3大盒。哇！以上3样顾家务。好，现在我们的购物车来。来哦，请往这边啊。猜中了带回家。是，第一样是天然番茄汁，一共有30瓶。好，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有1145、1195两个价钱。好，两个价钱来请估价。直接猜好了，1145。1145，选择比较低的价钱哦。好，靠自己来，1145，来看看有没有。有。耶。笑开怀，他比他当阿公，知道吧？而且比他当阿妈还开心，真的。好，继续看看能不能全部都带走啊。第二样是薄荷沐浴巾，一共有12瓶，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有2748、2868、2988，3个价钱，请估价。妹妹猜好了。好，妹妹来猜，来。2748。2748，因为刚刚讲完全要靠自己，没有办法再任何的提示了。2748，来看看有没有。有。发挥他，太厉害了！这些家庭主妇不可以小看他们。他们是来抢，他们来抢劫的嘛？厉害厉害，恭喜！准呢、欸？你看没有喜讯还可以搬走，你看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哦，这个是真的，一定能够送出去，真的希望能够送出去。好，这个真的，尤其对你们真的很好。是，它有添加蜂蜜的人参片哦，吃的可以润肺养颜，还可以治疗便秘。对，这个人参片里面它是要熟到6年的，而且整颗的人参里面下去做切片，那它上面里面它可以吃到蜂蜜的味道。好。3盒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有4800、4830、4860、4890，4个价钱。好，4个价钱来请估价。你猜，我猜啊、哦。你要做外婆的人，要做外婆。4860。你还有多久做外婆？快了。预产期就已经38周啦。所以说，已经38周了，就这几天了。对。有可能我们播出来已经做外婆了。对。这种还不有一点带点喜讯吗？那你真的，你如果不给他一点暗示，你就太没人性了。对。所以我就跟你讲说，你刚刚所猜的4860元，它就是个错的。是吗？再一次机会，来一张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再多都没有了。再多都没有了，4830啊。他说的那个再多都没有关系，是说没有关系。4890。啊，4890。4890元，看看这个4890元，如果打开真的是4890元，就表示他做外婆、做阿嬷已经做定了，而且是个男的，是个男的，带把儿的。哎，刚刚是凶的，带把儿的，带把儿的。凡哥，你我都是带把儿，是吧？那你是带大把还是小把？哎呦，徐中恒啊，哎呦，什么？徐哥，演艺圈有名的。你讲一些在这个时间能播的。就是好人。4890元，看看有没有。谢谢，恭喜恭喜！哇哦，1盒1600多块，加起来3盒哇。哦，那拿回去作业。我讲真的，这个真的最适合你们。对，这个他这个人参很特别，因为我也吃过，它是完全是尝白山上的人参的，而且一定要6年的人参，整只的人参里面下去做切片，我还加一个那个蜂蜜的部分里面，含在嘴巴里面，包括我们家前面的你在前面掏都可以吃的。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我有点怀疑你是不是有股份呢、啊？没有啦，真的好东西，真的好东西啊！看看我介绍这一瓶也是一样啊，是哦，像这一瓶人参药水啊，哎，薄荷的，薄荷的，好，各位去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两位。好，经常把我们全部的顾客带回家，就包括你带着我们后面，比如我们后面有3万块，你带回家。过后是像这样子，你把3万块带回家，你等一下就要2个人跟我们拍张照片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以后不要再来了哈。好，继续我们3阶段资格赛，居家好帮手。
亲家好帮手，亲妈妈的好帮手啊。是。好的，介绍我们今天的哇，这位贵姓？哎，我姓傅。好，傅先生，欢迎你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居家好帮手呢，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台湾到处都是蟑螂，那其实不管是老公寓、新公寓，甚至是大的，像我自己住十五楼也都是蟑螂。那其实在家里面呢，打蟑螂这种事情，如果你还用这种传统拖鞋的方式打蟑螂，对，就落伍啦。而且这打到处都是，其实也很恶心。所以今天要介绍的是嚣张的意思，就对。没错，小强的克星主张器。为什么不要用这种传统就是杀虫剂的方式来这个杀蟑螂呢？第一个，杀虫剂的方式呢，其实不容易杀死蟑螂，它只是其实昏倒而已，昏倒，对，而且又家里面都是这个杀虫剂的一个味道，其实对人体也不舒服嘛。嗯，对。那像如果说是用蟑螂屋的一个方式呢，其实它试饵之后呢，它会回到它的巢穴去死，才死掉，就是让它的其他同伴做一个连锁的反应。可是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家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这些药饵，那不管是宠物。还是说这个婴儿摸到，那都会有一些造成皮肤上或者人体上的一个伤害，是，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产品的一个哦。因为刚刚他讲的那个，比如说用拖鞋打嘛，用拖鞋打之后还要帮他收尸，其实还蛮恶心的。没错，是很多人打扁他，他当然一定会挂。嗯，可是有多少人看到他已经就是不敢打他了，根本是跑给他追的。没错，宁可先离家出走再说。你会怕蟑螂？我还蛮怕的。圈内好多人怕蟑螂啊，很恶心。对啊，像那种很多我听到那什么怕蟑螂，是说怕那种会飞的飞哥。哦，飞哥看到蟑螂会尖叫的那种。其实我会吗？会怕吗？我是不会怕蟑螂，但是我家蟑螂实在太多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住一楼。哦。透天的那种一楼，然后。反正住那种房子，住一楼的房子就是蟑螂特别多，对，一定，因为下面水管都是通的，就算你们家很干净，但别人家的蟑螂会跑过来，没有蟑螂、老鼠都来的，真的很恐怖。好，今天要介绍灭蟑的，嗯，完全这种型很特别，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其实我们的方式呢，就是运用这个蟑螂喜欢吃甜的，嘿，有香味的这些食物，淀粉类的食物，是，所以你只需要在这个盒子里面呢放置像。甚至狗的宠物狗的食物，对，或者是小朋友吃的零食、炸鸡，这些都是最好的方式。放进去之后呢，这个蟑螂会经由这个外部的，跑进来吃这些食物，而且它只进不出的一些原理，让蟑螂会直接只进不出，对，从这里进去。所以我们才会说呢，你不需要为它收尸，这样。怎么进去呢？怎么进去？从这边有洞进去，从这边进去之后呢，它就不会再跑出来了。哦，从这里进去，对。然后，但是我们可以再把它打开一下吗？当蟑螂跑进来之后，我们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进去的地方，它是可以进去的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们平放的时候，它的这个盖子它并不会再翻起来，是，所以它是跑不出来的设计，只进不出的设计。哦。这进来之后呢，里面的这些装置呢，会瞬间散发出这个4500伏特的一个高压。电死这个蟑螂，所以呢，蟑螂就直接死在这里面，你完全不需要替它收尸。那这是一个最新最新专利的一个设计，这不管是在我们的台湾，或者说大陆，还有日本、英国，全部都有专利的一个设计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你说的那个电在哪里好吗？但先等一下，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把灯光弄暗一些些。哦，这边有没有看得到？这时候就可以用4500万伏特的一个电力电死这个蟑螂。蟑螂就死在里面，你完全都不用再替它收尸了。只要再经过3到4天之后呢，你把盒子打开，你这个附赠的专利的刷子来做一个清扫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的手根本不用碰到它，不用碰到它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哦，而且呢，这个一个月的高电压，但是却是低电量，一个月的电费只需要5块钱，完全不用担心。所以蚊子在天上飞。所以说你要用电蚊拍，那正在地上爬的，你就是用这一种电蟑螂的，对付它。在家里面一盒就够了，一个就够了吗？做生意的店面也只要一个就够了。可是像屈中和他们家，如果说很多蟑螂，因为就在一楼的那种，在每一个排水管的附近，不需要都放一个？都不需要，你只要在你家的厨房或者是角落的地方放一个就够了。哦，它里面还有刷子，哦，或者是这样子的刷子，可以做一个清扫的动作。你把尸体直接这样刷刷刷刷到那个垃圾桶里面，然后如果说你也不敢洗这个刷子的话，就打电话给他，他会帮忙这样。对，而且这个荣获很多中华民国专利奖，对，那日本的专利也有，德国专利、美国专利都可以看得到。好，这新的一个研发哈，让大家对蟑螂这么恐怖的一个动物里面，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对付它就可以了。是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妈妈的好帮手哈。是，先谢谢一下我们的。谢谢凡哥，好，谢谢。但是他说他今天如果说有 bingo 的话，他跟自己说他是需要送吗？好，有 bingo 要送嘛？好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就一个人，比如第一组得到，他们就一个人一个，啊，主持人一个人一个，四个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先谢谢你来，掌声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这个算电子的捕蟑器了哈。好，要请大家来估一下，这样一组，我们的小强克星捕蟑器，好，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？来，5秒钟，请考虑。
好，小强克星的补妆器到底一组要值多少钱？一组认为来令880元来二组的来黄小姐680元来三组的来800元800元好，屈中恒，我觉得不会那么便宜的啊哦。没那么便宜，有那么多国的专利，上千的，上千的，对呀、啊，这么好用，这么多国的专利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台湾、日本、美国、德国的专利，1380元，好，1380元，好，这一组，我们的小强克星补妆器，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？一组认为880，二组680，三组800，屈中恒1380，好，在四组当中里面有人 bingo 了 ，bingo 了，怎么会 bingo 呢？那个三组的李同学跟陈同学，你有买过吗？那你怎么猜800？没有买过，随便猜。随便猜，所以以后要加油好不好？不要乱猜哈。好，看看谁bingo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恭喜屈中恒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就是。我今天来是有目的的，你等到钻进来是吧？来灭蟑的还是灭？1380元就是个 bingo 哎、欸、，bingo 哎、欸、，bingo 就要送了。OK， 我们把这一个新的送给屈中恒。等等，你还没有送以前，我们先分配一下好不好？什么？刚刚讲跟那个厂商讲说四组嘛，是两个人中的话，那现在唯独四组当中只有一个人中 bingo， 是。那你两盒还是我两盒？我们家盒子比你家大，我两盒。那你两盒好。什么啦？来，恭喜屈中恒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恭喜。那太棒，太好用了。相对家里再也不会有这么多蟑螂，嗯，对吧？放在你家的那个厨房，好不好？厨房的位置。好，也恭喜屈中恒来参加我们第三阶段的微调沙板功。微调沙板终于上台了，终于啊，真的终于。哎，好，还是要跟你聊一下最近的这个节目当中的，嗯，是这个大老婆俱乐部。哎哎哎，好，跟迪英的一个默契 ，OK 吗 ？OK 啦 ，OK， 对，反正她是大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很棒。我去上节目的时候，我发觉他完全就是可以用配合的方式来形容。嗯，是 是, 是，对啊，都不会抢啊，不干嘛。不是，孙鹏都不敢造次了，我怎么敢啊？啊，真的哦，很恐怖呢。对啊，啊，他动不动一巴掌就过来了，真的会哦。可是我发现婷婷也在收敛呢。是，有在收敛，当然对，做座谈并不容易。没有主持这方面，还是真的是要跟凡哥学。没有啦，跟曹兰学。对啊，對啊，我都要跟曹兰学习。快不要，我都跟迪英在学。真的，我要跟孙鹏学一下。所以说，到处就是主持节目了，拍戏，你现在量会不会太多了？没有，还好还好。啊，对啊，只是多开发了一个舞台剧部分。嗯啊，你又帮忙，又大老婆，自己又做一些戏剧的演出，现在连舞台剧也对对对，舞台剧你一直都有的了。没有舞台剧，其实前年开始才是第一出舞台剧。嗯，那去年演的这一出舞台剧呢，没想到会这么轰动。伟忠哥他们的那一个，对对对，眷村的宝岛一村、嗯，那今年又要再演，所以说我们今年可能会打破了当年《暗恋桃花源》跟《这一夜谁来说相声》的演出记录、wow, 真的、啊，所以说有的戏剧里面就是说很多地方因为场地是个问题，是台湾就是因为碍于场地了、嗯，应该要让中南部的朋友要看到这么好的东西。对，首先要就是各地方的这个的文化界的这个啊场地呢。嗯，要能够符合标准， 是能够有这样子的标准的话，那真的凡哥你要再多交点税才行了。好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最近刚好在做飞轮海的演唱会，没错，是10月24、25在台北的小巨蛋，是两天呢、啊，嗯。这个本来以为就自己很骄傲了，因为一开盘的时候就发觉已经卖了将近已经60-70%了，哇、wow, 哇、嗯！想不到5月天两天就都卖完了，哇！所以说你们的场地比较大，没有我一样都在小巨蛋，是哦 ，sorry。所以说有时候你看这个就是个环境，就是大家都会在竞争之下产生一个更好的，嗯。所以你刚刚没有，如果没有刚刚前面两个没有猜错的话，怎么可能后面会有 bingo？ 真的。那是印出来的，一定要中的哈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你还有机会拿走30,000块奖金。第一来过关 ，OK。第一关，我们先请就位，好不好？来，曹兰这边帮你介绍一下。第一关，好，这边。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关，这一个的品名叫做幸福套餐。幸福套餐是。我们要来猜猜看，这一套的幸福套餐，它的价钱在300元
以上还是以下？以上或是以下？是的，今天我们要300元以上，以上还是以下？给大家看一下。来哦，我们的这一套的幸福套餐，它里面一共有5种的口味，可以让你一次享受5种幸福的感觉。里面有我们的红豆派，还有黑森林、草莓慕斯、芒果慕斯，还有梦幻紫玉，5种限量。真的有幸福的感觉。好，有幸福的感觉。到底超过300元以上，还是低过300元？来，你需要吃吃看才能够知道价钱吗？不用，不用，因为这个，看这个，还是我吃给你看。那不要。平常在卡费一块蛋糕就多少钱了？对啊，看来两位好像想要演那种，还好没有啦，一人一口的感觉。好，300元以上以下，来以上以上，这么肯定？好，能不能过第一关？这一关每一关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关。300元以上，来看看300元以上有没有？恭喜，有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过398元也够便宜，也够便宜的。嗯，哦，恭喜你得到第一桶金。好，第一桶金，你拿到第五桶的时候，就是奖金3万元，3万元的时候，好，来做第二关。哎，想请问一下，君宏辉，你在得到这种奖金的时候，你都会全数交给你太太吗？看情况，私房钱藏得很厉害哈。也没有啊，就是比如说来上节目，对不对？一定的这个通告费就啊自己啊就自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大摊的可能是支票要存的，那个就逃不过他。那逃不过他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辛苦啊。对，还好，还好了，难怪都没有交什么女朋友。然后第二样，这是这一个是强风笔电冷台，哦，听得懂吗？笔电用的，笔电用的冷台，要冷却，没错，要冷却的。那我们先来告诉你，你觉得这一个强风笔电冷台它的价钱在1000元以上还是以下？以上还是以下？是的，我们的这一个强风冷台呢，它可以连接到你的电脑的 USB 线上面，然后呢，它可以集中的送风到你的那一个所谓电脑 CPU 的部分，然后可以它可以很快的。很快速的散热以及冷却的功能，而且呢，它的风力很强，却超静音。哦，这是重点。好，它到底有没有超过1000，还是低过1000？来，请估价。我觉得应该是低吧，因为虽然说什么很静啊，很安静啊，但其实就是个马达嘛。哦，我的感觉啦。好，所以你现在选择低，低，没有超过1000元。那刚刚没有超过1000元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啊，有。哈哈，太绝了。然后第二个是恭喜你，那下面是高低，那这个会不会高？对不对？哈，这有可能会高。这个就要看看它什么功能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这个是自动光碟存取机。哦，自动光碟存取机，我们要来猜猜看它的价钱在1200元以上还是以下？1200元。是的。以上还是以下？我们的这一个自动光碟存取机，它不得了，它一次可以存取到100片的光碟片。比如说像是凡哥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的光碟，各式各样，琳琅满目，对，都有，非常需要这样子的存取机。而且呢，它是全自动化的按钮，以及它还有那个防潮的装置。哦，要不然台湾很潮湿。万一你的光碟片很重要的而发霉了怎么办？这应该都基本配备哦。如果你这样的一个机种，都应该要需要具备的防潮的作用。防潮而已嘛，它有清洁的作用吗？清洁的作用，它还可以打耳光。哪有那么多功用？神经。好，所以它是有没有超过？它有没有超过1200块？1200块还是低过1200元？来，请估价。没有。高还是低？低。低，没有超过1200，来看看有没有。嘿， hey， 恭喜，对不对？刚好1000块，因为它就是放而已嘛。是，你好厉害，是不是？哎，好腰。先放着。来，接下来为你介绍的这个，你可能比较难猜一点了，它是 BB 美妆蛋的双蛋礼盒。什么叫 BB？ 等一下，仔细的为您介绍。首先，我先来告诉你，你觉得我们的这个双蛋礼盒 BB 美妆蛋，它的价格在1500以上还是以下？那我们的这一个 BB 美妆蛋，它其实呢就是我们女生化妆用的海绵。哦。可是呢，这一个海绵它的材质越来越少，非常的细致。是。没错，它可以让你每一寸的这个肌肤，每一个细微的毛孔，都可以让你的这个化妆品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。化久了以后，它越来越少。是。它就会整块越来越少。而且它是专用的清洁液在里面。是卸妆的吧？化妆用，化妆用，这个清洁是来洗海绵，洗海绵的，上次有介绍过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又忘了，不好意思。
好，所以它的价位是这个，我们是 BB 的双蛋礼盒，请问你在1500块以上还是以下？1500啊，低低，没有超过1500，没有超过1500，没有超过1500。我们这个粉扑就是没有，没有，这是什么？海绵，海绵，化妆海绵。错，是 BB 美妆蛋。好，没有超过1500元，来看看能不能过第四关。有没有？抱歉，1690。怎么这么贵？就是海绵不是吗？高科技的材质。高科技的，对呀、啊。海绵宝宝都没这么贵吧？海绵宝宝都没这么贵，说得很好，真的。所以高科技的比较贵啊。哎呀，好，没有办法带走我们30000块的奖金了。好、哦，这是干嘛？这是送给他的安慰奖啊。安慰奖啊、欸。嗯。哦，就是那个、哎、我们那个钱现在没有的，是钱没有了，1块都没有了。哦、嗯，送给你一个立体声耳机，带回家做纪念。这也不错了、哦。对，里面有一些留言要写，有你自己听听看哦。听完它，听完了以后，它自动会烧掉。哇，是潮人留给你的。哦、好，谢谢我们徐忠恒，谢谢。徐忠恒，快去吧。这样以后再也不敢来了吧？不会的，今天有没有人没有上台呢？我们的小情侣，哦，陈同学，嗯，没有上台，我们送安慰奖来。是的，我们送给他们，小王子便箱带回去做纪念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今天我们谢谢三组的观众朋友，谢谢徐忠恒，谢谢徐忠恒，谢谢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，哎，每天晚上准时收看《消费咕咕乐》啊，咕咕乐。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